快了，他好像11:50几。
记得是十一点多，应该快了，因为他十点了，你十二点多的，可是十二点多是第二场，他第一场打完了。第一场超早，你知道放开的时候要准备三点钟。你几点到？我刚好九点多才到，然后结果九点十。然后刚好那一个还才参加。所以你们是早上才过来的？超早起来六点才出发。你可能晚上就跑过来这边去，这样可以睡到九点。没那么浅。三十分钟。也还没有多少，那我们公司这边。Thank you.